DJI 推出它的新一代手机稳定器 OM5， 那售价是4590元。那它有两个颜色，我们这次拿到的是云雾白色。我们实际来开箱。手机稳定器又有新货到， DJI 在本月推出新款手机稳定器 MO5。 快看苹果新闻网记者来开箱。盒子里面可以先看到一个说明 Master Every Shot， 就是表示它让你拍摄变大师。好，这个就是 OM5 本体啦。好，可以发现这一代它折叠之后很轻巧很小。好，再来就是手绳，这个三脚架，然后这有一个磁吸手机夹的垫片，这有一个磁吸手机夹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收纳袋 ，OK， 还有一个 USB-C 的充电线。那这一代呢的 OM5 在折叠之后呢，确实非常的小巧，大概一个巴掌左右的大小。那它的重量呢？大概是296公克左右，其实也是蛮轻巧的。如果加上一台 iPhone 12 Pro Max 的话，大概来到500公克多一点这样子。这一代呢，它有一个新增的一大特点，就是我们先把它折起来之后，出现了一根大概20公分长度的伸缩杆。自拍杆的好处呢，它除了就是你呢可以拿来自拍之外呢，同时呢，你要拍摄比较高或是比较低的画面呢，也比较方便。现在也有了这个拍摄这个建议的画面的功能，教你怎么拍出来好看的画面，比如说像这个树叶特写，那你按下去拍同款呢，它就会教你怎么样拍摄。那这次也带来智慧跟随 4.0 的功能，实际来体验一下。其实它追的还蛮灵敏的。